What?也要看打野的一个发育吧。我们之前是有看到，这边哇，直接学了一个隧道，好远。我拼了，他想要越吗？但是越这个塔有一点点难。这波要越的话，这波中路加里奥也来了。齐安娜这个位置踢不踢？也踢，他直接选择往后撤。齐安娜也踢了下来，保护一下。宛如让人打了一套。对，他是空血空蓝的。绿毛这里有点危险。直接点在草丛这个位置开出了隧道，他自己没有钻进去。看到小的知道野区里头应该没什么东西了。中路想要动西野吗？西野是有闪现的。三个人要动吗？这个位置先给一个杜朗护盾帮助队友，所以其实自己刷野路线受到一定影响的。上路小弯刀先减速，狼行这个位置可能要交闪现才能走了，一技能已经交过，交闪现能走吗？先交闪晕一下，后面交大招，再下来直接大招坐下去。看到没？是拿到这个人头，然后待会儿应该也可以。中路这边找到了牙膏的一个机会，牙膏赶紧先交闪现，拉开了这个杜朗互动的嘲讽。狼行逼一下位置，加里奥就在后方已经准备过来了，直接大招跟过来，但是这是一发空大，艾希超远距离的剑跟到了，不是空大，跟过来之后直接加上一发嘲讽，正战争高峰吹上去了之后，天使开大招，但还是比较难走。男枪空大了意思。这对这个人头有点意思，下一波兵线有点距离，但是卡纳维已经在断兵线了，同时牙膏也赶了，要杀要快，这边直接先动，这里直接推了一下，狼骑二最后一丝血，这边一箭射中了，穿云，红方已经开始动这条龙了，齐亚娜在侧翼，天使现在已经到达十一级，还在这一箭射到卡纳维，卡纳维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这直接人龙是要皮纳特拿了下来，而且下来之后。这边做梦先原地给了自己一个大招，然后这个推的还不错，感觉这一波团战京东应该是可以赢下来的，开个隧道过去就要追 Mark 自己已经交过了闪现，应该是无处可逃，人头无论怎么打想要去抢这条龙，京东只要天使过来的话，那他们无论如何我看一下这边叫的位置没有叫对，刚好是有一个擦肩而过，差一点视野，就开隧道直接过去，大家都可以做隧道，这马克应该是走不掉了，走不掉啊。京东直接把小龙给控了下来，老哥这个时候如果要接的话，他们要注意一下牙膏的位置，龙这边直接拿下来，牙膏的位置也被发现，但是西野的杜朗护盾已经用过了，这波没打先锋，因为有兵线在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就过去撞，但这个塔撞一下就没了，大招定住，大招定住，这撞一头刚好是被解掉，而且这个指过去，旁边加里奥进场，不过旁边给了一个天使的大招，而且一直交了一个异技能重新拉开。这边的卡纳维交了大招，重新回到自己的阵型之中。巴克血量很低，血量还是有闪的。这一波有没有考虑上去留人？因为嘲讽打开了，所以第一时间没有上。这个时间打上来了，克莱玛被定了一下之后，交出自己的闪现，往身后去拉。两边他觉得时间到这儿了，那可能加一些伤害会比较好。卡纳维现在没事做，跳个舞。跳一下，躺一下，等河蟹出来。这边是偷了一个草元素，先往后拉。龙打得非常快，京东应该要把这个龙直接拿下来了。血量很低，一千血来不及了，蓝色方得集体往后撤。巴德大招定一下，定住了两人。皮纳特和巴克被定住，这个位置叫个羊，看一下撞谁。牙膏的大招是只定到了一个狼行，两边在这里扯头发，一个是打不死，一个是没伤害。在这里定一下，还要继续留狼行，狼行只被打到了一个半血，他实在太肉了。这边可能蹲到是一个狗熊，那狗熊有点肉啊。从这里还有一个大招，有大招有闪现，原地立定跳远，跳了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八大招保护保住了自己。天使来了，
在旁边特意不停的扇，而且人堆里面看一下，两个人被隔开了，蓝色方直播阵型不是好像没人管公爵，公爵这个位置输出还不错，一直在扇，一直在扇，没人在管他，这边再扇了两下 ，Krava 只能交出一个闪现往后拉，先吸了一口破败，把位置给拉开。虽然狼血很弱，但是已经没有输出可以跟上了，自己有一个闪现交不交，过不过墙，但是有个一再见，两个人追击能力非常的强，好像 A 不到高子哥，高子哥交了一个，因为这刚好是京东这五个英雄里面最弱的一个，哎，很细节，等打野复活再把这龙拿下，每个人都有龙 buff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真的如果不是个熊，但凡是一个其他的英雄，这波应该都傻了。立定跳远，定在原地，天使过来。其实凯纳伟交闪现的位置，他有一点点没有沟通好。纵其实是可以给他大招的，但是他逃到上面也无所谓，因为这波团战已经胜利了。人堆里面最后杀掉男枪，只剩一个奥恩，这个奥恩就空有一身的肉。艾希本来还想试一下，他这边天使互相对 A 了一下，发现不太对，立马交闪现抽口破败走了。这下易碎如果 A 出来的话，牙膏应该是死了，但闪现躲了这发，成员都更肉一点，加一些护甲魔抗。公爵就怕这一剑，但是自己是躲掉了。哎，这里想找马克的一个机会，马克先回头钻个隧道，这边女王是先走了。哎，纵在这边隔墙扇了三下，血量非常的多，下的直接把皮娜打到半条血下，而正面卡大卫尝试着留人打一套狼形，还是非常的肉。视野小龙是还没有布置的感觉。哎，这边找到一个机会，这边找到是皮娜的秒了，这边是直接让牙膏一套秒掉了皮娜的。再往小龙去附近赶，但是来不及，因为小龙还没刷新，最缺的就是前排。但是这样拿到了之后，每一个人都增加了很多的人。下路塔已经要掉了。而且巴德特已经赶过来 ，Q 技能想要去定一下狗熊，已经飞快地跑上来，开着正义荣耀，侧面太阳妈的大招并没有能够止到狗熊，一把当先冲了进去，侧面一个巴德的大招直接留人逼出了 AD 的闪现，可然吧走到后面，大招定住了之后想要去击杀祖母，但是祖母有一个大招在成功的把自己保了下来，两边拉开身位，这一波高地上的进攻有点挡住，哎，这边击败这个秒掉了，艾希直接被两巴掌给扇死，他也没有注意到。这一波攻击输出实在太高了，过于爆炸，没有双招情况之下被解决掉了，那高地应该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防守。天使回家补满状态，正面交 TP 直接来到，继续去扇，开了石像鬼的 Mark 根本扛不住，跟 Pina 的两个人只能往后面去撤，人堆里面有一个开启金身的西叶，赶紧交闪现往回去拉，防御塔已经被 A 掉了一座。正义重拳虽然拉快了身位，但是正面已经没有防守的人了，纵目 TP 出来一个满状态的天使，老干爹没有任何人可以防守住他，带着兵线过来，应该可以一波结束比赛。马克再被扇两下，自己可能就要死了。第二个门牙也倒了，现在就是时间问题，应该可以直接的把水晶 A 掉，然后我们可以恭喜京东获得 BO3 的第一局胜利。